们的岳飞乐团，全方位的岳飞乐团，来掌声给我一下好不好？隆重的来邀请到我们的岳飞乐团，欢迎老师。来，刚刚讲岳飞乐团的手举起来，这个帽子送给你，很厉害，很厉害，有专心在听哦，有专心在听。哇，老师这一身服装好美啊，这个都是定做的吧？因为我知道旗袍，其实旗袍哈，它虽然很普遍，很多人看过，但是特制化旗袍其实都要做定做，而且旗袍一定要很合身，尤其是腰身一定要很合哦。我看到已经很多亲朋好友在挥手了，打招呼，是不是？刚刚叫你们讲岳飞乐团，没有人愿意讲岳飞乐团，现在上台在那边认亲家，金家喜哦，打屁股哦。哦，真的是不可以这样，要给他们一点热情的掌声，尖叫好不好？让他们感受一下我们刚刚的默契好不好？数到三一起尖叫好不好？一二三，可以可以，等一下领300块的红包，还是你要500啊？1000好了，等一下来领。好，来再次欢迎我们的岳飞乐团，谢谢最美丽的主持人。紧接着下来时间，有岳飞乐团这边为大家带来一些非常轻松热闹的歌曲，送给各位现场的朋友们，掌声不要断，借给我们好不好？带来第一首耳熟能详的歌曲《自由》，送给大家。Woo!
庆的乐章自由送给大家。没错，这个阶段已经是乐飞乐团在现场的第二阶段啦。很感谢呢，刚刚上一个阶段跟我们一起同欢的朋友们，大家好。紧接着上来继续带来好听的音乐，一起陪我们唱好不好？带来这首《少年》，送给赤子之心的你们。一次守候，到底什么都是你的选择，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吧，别管那是你的梦想还是浪漫，如果真相只是并不存在，到底你的梦想。
是爱情在风里打转，离开是缓，短暂又重来，是独自问自答，不来不来把我们击散，再被自己打不留人，你还没有到达，有我不还是害怕，用力推开你我依然留下，有一束光那瞬间是什么，
是星期七，待在家里，却输了一杯贝斯洛伊。唱和游戏每一个都要中意，免他们是自己机上的和气。我爸相信又在期待的奇迹，不自觉又开始有点紧张。星期嘿，红色的你聊什么样的话题？我笑很久，偶尔会惊讶的秘密。一起来，你说你喜欢自己心，但我多了一个痣，就像 L O V E， 去掉一半的努力，我在默默等着你，哪怕中年危机，我的爱。我开始有点紧张，心急搜寻起来，想和你聊什么样的话题，不着痕迹透露会惊讶的你，都是少女。你说你喜欢自己心，爱我多了一个痣，就像 LOVE 去掉一半的努力，我在默默等着你，哪怕中年危机，我的想。
好，麻烦大家注意一下安全啊，注意一下安全。好，乐团这边，乐翻乐团这边呢，也稍作休息一下下。